树德家商在陈茂林校长的领航下，技职教育绩效卓越。在我们今天的现场，树德家商用蝉联18年全国音乐比赛特优第一名的室外进行乐队，在场中央排列出台湾宝岛的图形，代表台湾是以民为本的温暖岛屿。翻飞的大浪群，仿佛是一波又一波围绕福尔摩沙的婆娑海浪。